这裤衩啊，是十年之前呢，我一邻居送我的。说实在，当初啊，我还真不愿意要。你像挺好的一个家，结果哎，那都到处是毛，这儿一拉，那儿一撒，收拾起来这得多麻烦，索性送人算了。可是呢，这小家伙来的时候啊，哎，特别精明，哎，性情特别好，我就得先收着吧。结果养着养着，就养出感情来了。哎，谁跟我要，我还不敢给了。你要这一养啊，哎呦，这就十年呢。按狗这个年龄算呢，哎，跟我也算老家伙了。这狗啊，跟人一样，上了年岁啊，牙口也不行。我跟他最喜欢吃苹果了。来，一人一个，比谁吃得快。现在这丫头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分半吃吧。来，一人一半，我们慢慢吃。有空吧，我跟她就爱站窗户那儿往外看。我就好奇，你说他能看什么呢？啊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我就问他，我说裤衩啊，看什么了？啊，想什么呀？一问这他就回答，那意思就是，反正我也没看你呀，老家伙，是不是？他年轻时候，哎，特别喜欢运动，就爱玩球，一玩就是一整天。现在不成了，体力不行，不能长时间剧烈运动了。所以我和他一天之中最长时间的运动，哎，在太阳底下溜达、散步。哎呀，惬意极了。我跟他就特别喜欢这种啊慢运动形式啊。哎，活到这份上算是活明白。狗啊跟人一样，越简单越好啊。说渴了您就喝，饿了您就吃，哎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哎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别瞎想，没用。是不是老家伙啊？加点油吧，看咱们俩谁耗得过谁。